一边织着围巾，一边哼唱着。我心内诉我悲凉，她就是照片中的女孩，40年后的模样。同样的夜晚，同样的思念，不同的地方，两个人有了短暂的交汇。年幼的孙女发现阿嬷正在看一封信，好奇地问：阿嬷，你在看什么呀？阿嬷看着孙女笑着说：这是很久之前阿嬷的梦中情人写给阿嬷的批啊。孙女问：什么是梦中情人？阿嬷说：就是在梦中才会当看到的人啦。孙女说：“花内底是写什么呀？”阿嬷说：“伊讲伊要去外地做工课，希望阿嬷会当等伊回来。这张批敢若你看过哦，别人拢唔知影诶。”孙女问。阿嬷微笑着不回答。乖孙的，卖个问啊，等你大汉，你就知影。来，对阿嬷来去城头附近的池啊，洗洗咧。我爱
变痴迷。心里没有